学而第一。一，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二，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，孝悌，而好犯上者鲜矣。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谓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？”三，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四，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五，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六，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敬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七，子夏曰：“贤贤易色，是父母能竭其力，是君能治其身。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，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八，子曰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，主忠信，无有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”九，曾子曰：“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矣。”十，子禽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于，亦与之于。”子贡曰：“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，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于？”十一，子曰：“父在观其志，父莫观其性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十二，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，斯为美，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十三，有子曰：“信敬于义，言可复也；恭敬于礼，愿耻辱也。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”十四，子曰：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矣。”十五，子贡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，
者也。子贡曰：诗云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其斯之谓与？子曰：是也，始可与言诗已矣，告诸往而知来者。十六，子曰：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